上集介绍了这11页5日的拍卖品，这集继续介绍这11页6日的拍卖品。这是2021年11月6日10点早上开始的 SPINK 拍卖会。今天的拍卖品有各地的硬币、奖章以及钞票，不过硬币会比较多。
一共有391件的拍卖品，而你又看中哪几件？你是不是和我一样，有些拍卖品是没看过的？我想是时候要多走走看看了，要长知识了，免得给大家看笑话，哈哈。记住，这个11月的5号、6号，Spin 和你有约。